哎呀，弟兄姊妹，你揾一个咧，即系能够你让你咧，即系释放佢去敬拜嘅地方。可能你喺屋企，可能咧你喺唔同嘅地方。系啊，你尝试啊，你尝试咧揾一个你能够去释放嘅去敬拜主嘅地方。系啊，让我哋今日我哋真系让我哋声音。是啊，用尽我们的全心全意全力来去赞美祂。是啊，我们这位主是配得我们去称颂，是配得我们极力的去称颂祂。我哋多谢你，纵使咧喺疫情嘅里边，喺限聚令嘅里边，我哋仍然能够咧同心嚟到你嘅面前。系啊，虽然咧喺网络嘅上边，我哋身处唔同嘅地方，但系主啊，我哋知道咧你系同我哋一齐，并且我哋嘅灵系一齐啊。系啊，主，我哋多谢你，让今日嘅敬拜，系啊，今日嘅祷告。是能够达到你的跟前，并且你是享受你众子民来到你面前去敬拜你，是让你的心得着满足。主，是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刚才从心里面所发的每一个的颂赞，是每一个的声音，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哎呀，主多谢你，哎呀，等姐妹，你哋预备好未啊？预备好咧，你都可以咧喺网上边咧同我哋一齐极力嘅去赞美主，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啊，如果你可以一齐嘅拍手啊！我要全心，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你拯救我是我的完整，只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你拯救我是我的完全，只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神在此，我灵呼求你，尊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哎呀，扬起我们的声音啊，或者你在网络上面可以打一些字句去表达你对神那种的称颂。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你拯救我是我的完全，只唯有你能让我心歌唱，我要全心称颂我的主，我要宣扬，我要宣扬你无比的爱，让我进入你光明同在，
唯有你能拿我心歌唱，我要宣扬你无比的爱。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神爱之，我灵呼求你成为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传送我的主。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真能神爱之，我灵呼求你成为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传送我的主。我哋要全心嘅称颂你，系因为咧，你系我哋唯一嘅救主，系全地嘅救主，全地。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全地的救主。耶稣，系我哋一齐宣告啊！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系啊主，全地唯有你系全地嘅救主，耶稣，系啊宣告佢。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全地，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再来啊，再来大声的宣告啊，全地，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全地，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圣洁归我主，我心高声唱，全能神爱之，你呼求你真为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全颂我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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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要全颂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你是我主，全心全颂颂你我的主，我要全颂你，哈利路亚，我心高声唱，全能神爱之，我灵呼求你真贵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全颂我的主，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心甘心唱，全能。
子，我立乎求你真为神羔羊，一生敬拜你，我要全心承受我的主，我要全心承受我的主，我要全心承受我的主，我要全心来承受你的主。哦，哈利路亚！系弟兄姊妹，唔好吝啬听我哋嘅赞美啊！举起你嘅手嚟赞美主，嚟称颂主。呢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事，你都放低，单单来赞美他。我们知道即使这个世代看似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真光，是啊，你会用你的真光去照耀我们，是啊，从我们心里面最黑暗地方，是啊，你都可以去到。是主啊，我们带着盼望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带着盼望，不单止在你的跟前去敬拜去祷告，是啊，让我们进入到你这个光的里面。主，你就好像太阳咁样去照耀我哋，哎呀，主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心去迎接主这个光，
是全心跟随你旨意，是以你的百姓，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抓来，我主，你是我们的太阳，万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哦主，你是我的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的能耐心，使我们单单敬畏你。在天上黑的所有尊重主你的荣耀，引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祝你至圣真名高举全地上，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是啊，就让神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太阳啊。你是我们的太阳，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你是我的救赎主，是我的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是我们单单敬畏你。在天上，在天上所有尊崇主你的荣耀，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即使世上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在颂扬祝你至圣真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在天上黑的所有尊崇主你的荣耀，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上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祝你至圣真名高举全万民都歌唱，我们
在悲伤，你是世上的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赞美主啊，去敬拜主。系啊，让我哋敬拜，进到佢嘅亲光里面。天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祝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你是无限的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我们不再悲伤，我们不再悲伤，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我们一起宣扬，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我们同心宣扬，耶稣我真光，耶稣我宣扬，我感受到呢，主祂要跟祂的子民来到去讲，祂不单止是这个世界的光，祂更加祂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每一日祂要亲自用祂的话语来到去引导我们，使到我们能够走在神的义路当中。在敬拜里面呢，我感受到有些弟兄姊妹，你知道跟随主是要行窄路，你知道跟随主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祂，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十字架好像很重啊，好像很难背啊，这条窄路好像很难行啊，你会感到好像真的很吃力。但是我感受到主祂今天要你到去鼓励你，祂说祂的轭是容易的，
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啊，今天我们只要愿意有一个顺服主的心，主他说在他里面的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去走这条窄路，在他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去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跟随他，愿意呼求他的时候，他每一天就会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话语来去引导我们。是啊，没错，是一条窄路，但是他是一条充满着恩典的窄路。没错，是要背起十字架，但是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去背负这个的重担，叫我们在当中能够因为他的同在，我们能够经历轻省。是啊，因为主他要他的子民是得胜的。是啊，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里面，他说当我们靠住他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见到光，而且我们能够行在光明的道路当中。是啊，是一条窄路，是别人不喜欢，甚至在当中可能会被逼迫，但是主他说他与我们同在，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主，我多谢你，哈利路亚。是啊，主，你就是即使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是啊，主，你都没离开。是啊，主，哈利路亚。是啊，当我们面对我们以为自己都面对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是啊，主，你仍然在这里。哎，弟兄姊妹，就将你这些你发觉不能够面对的地方你交给他。哎，当你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你完完全全的依靠他，十字架的道路对那些灭亡的人为愚拙，但是我们的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Amen. 神的能力。真的要背负你的十字架跟从主，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个是两难之间，在一个选择当中，好像一个十字路口，都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在背负十字架每一天跟随主，因为呢要从世人的道路。主话你听，一条路人以为正，始终是死亡之路。这个关乎你的幸福，你的家庭的幸福，甚至你永恒的祝福的。不要跟属世的人，不要同流合污，不要妥协的。你要继续为主站起来，宣扬真理，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高举主耶稣基督。你不要妥协，不要匿埋，不要隐藏，你的光要发在人的当中。今天呢，好多人妥协，因为好多人失败，好多人心灰意冷的，因为呢，他们没看见前面的主的赏赐和十字架的祝福的。你要寻找主，你要今天决定，我不会再妥协，我不会再跟世俗的这些一切呢是有同流合污，我要分别为圣，我要宣扬主的名字，我要祷告，我要寻求神，我要传福音，我要一个的基督化的家庭，我要敬畏神，我要爱教会，爱弟兄姊妹，祝福人。我不会纵容这些咒诅的说话从我的口里面出来，我会讲祝福的说话，勉励人鼓励人的说话，我不会被魔鬼到我的思想里面，我会用圣灵充满我，我会默诵神的话语，我会听神的话语，宣告神的话语，我一定要背起我的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当我软弱，你没有离场，你安慰我，在我的坚强，仍会跌倒，仍会失信，在羞愧里你找到我，作我永远依靠。
得你没有离场，你安慰我在爱里结束，仍会跌倒，仍会失常，在羞愧里你找到我，作我永远依靠。主，我感谢你，系啊，奔向主嘅恩典啦。从恩典来找到自己，佢恩典够我哋用。在你手中，破碎都可完美。你大能疗愈我心扉。风里我心却安定，在你手中患难暗藏祝福，你意念是此刻平安。耶稣，耶稣，我感找到自己，在你手中，我哋相信喺你嘅手嘅里边，一切都可以完美。你大能疗愈我心扉。纵破碎都可完美，你大能疗愈我心扉。耶稣，我感谢你。暴风里面，我哋仍然能够得着安慰。暴风里，我心却安定。我哋领受，在你手中患难暗藏祝福。主，我哋相信啊！你意念是赐下平安，你意念是赐下，是我永远嘅依靠，是我永远的依靠。系主，我哋献上感谢，因为你永远都系嗰个可以依靠。你永远都是那个良善的天父。主，你说你对我们的意念，你所怀的意念并非恶的意念，你的意念是好的意念，要我们末后里面有指望。 A plan to prosper us, A plan to give us hope in the future。 主，我们相信无论一切的事在你的里面，你的意念对我们是好的，以致我们可以信靠，以致我们可以得着平安。天父，我们多谢你，耶稣，我们多谢你，圣灵，我们多谢你，多谢你，我们可以这样来到去敬拜你，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可不可以将最大的掌声，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一切的感谢都来到归给我们的主，祂配得我们的赞美， Amen。 配得我们的敬拜，陪到我们一生的来到侍奉祂，一生来到爱祂。主，你真的好，哈利路亚，师父，你真的好。
主，我哋爱你，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哋可以咁样一齐嚟到去敬拜主，实在你好想念弟兄姊妹。头先一路敬拜的时候，想象啊，你哋每一个熟悉嘅面孔就系坐喺我面前嚟到举手一齐跳舞嚟到赞美神。虽然咧我哋唔能够真系现场实体嘅嚟到见到大家，但系无论乜嘢嘅时候，让我哋都话我哋因住我哋嘅救恩而欢喜快乐。无论咩嘅时候，我哋可以仍然因着救恩而欢喜快乐。弟兄姊妹嚟到，不如我哋彼此嚟到打招呼。你喺网上面嚟到话你好啊，都好想念你，挂住你，好盼望咧能够见到面，一齐咧嚟到去敬拜我哋嘅主，让你彼此嚟到鼓励啊，让我哋系啊继续存住盼望，继续存住信心，继续存住爱啊。系我哋一班嘅同工喺呢段时间，我哋都不断嘅嚟到持守啦、努力啦，无论系学唔同嘅嘢啦，我哋嘅关爱啦，每一个星期嚟到派啦、食物银行啦，我哋都嚟到持守，系啊，让你哋都继续嚟到持守你嘅信心喺主嘅里面啦。好盼望一日当我哋见到面嘅时候，我哋一齐嚟到数算，纵然喺艰难嘅时候，但系主嘅恩典却系够我哋用。Amen！ 一齐嚟到宣告，主嘅恩典系够我哋用嘅。Yes， 主嘅恩典系够我哋用嘅。主嘅恩典够我哋用嘅。系啊。我好盼望当一日见到大家面嘅时候，我哋一齐嚟数算，系啊，主嘅恩典系够，充充足足够我哋用。Amen，Amen。Amen, Amen。